纳豆，如果我们今天看看他的头就好的话，他的头非常 OK。今天他那个头，当然他很成功了，他配了一个眼镜，把他的色情的成分啊，跟猥亵的成分。我的家有很色情吗？有。彩华给我，其实我蛮大的挑战，我蛮喜欢做彩华。可是你会把它改成比较不一样的风味？我会把它改造成像那个纽约第五大道的那种味道。真的假的？它可以有纽约风。纽约旁边有一条巷子是红灯区。那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先把纳豆给砍了？就彩华剪出来就好。可以砍的话，让我来砍，拜托，拜托，让我来。我们让一下，把门打开哈。哇！你为什么？这是晚娘吗？为什么不像后母？对，像一个客人，还是像《冰与火》里面出来的人？对，或者客人流量越来越少，就开始发脾气，拉娘就倒了，还是怎样？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他刚刚讲是纽约，纽约讲一遍，再讲一遍，国际雅思你讲出来不要紧。红灯区。他的高雅气质，我是从嘴巴的颜色先把它盖掉。OK。对。啊，对。就是口红要变淡，一定要变淡。然后在眼妆的部分，我让他的你嘟什么嘴啊你？国际老师的精心制作出来喽。嗨 ，baby。太恶心了！搞什么啊你？这是老师，你是在闹脾气？我被他们两个刺激到。纳豆，你好讨厌哦！真的很恶心哎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接法吗？对啊，这是你接的头发吗？穿马尾，很辛苦。你干嘛？你耳环是耳环是不是？对啊。你干嘛戴耳环？哇，你的手好短哦。我们看一下那个腰带的部分，很华贵耶。你狂笑什么东西？吸气，吸了。怎么？你真的是名牌杀手。吸气就没有脖子啦。你自己看他没有脖子。如果不要外套，哎，算了，坐顶了，坐顶了，我们走台柱哎。我们康熙越来越邪恶，我们要把清纯的女生变成性感美女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可以吗？家长不会生气吗？哦，你说这个，而不是说他们没有料，是不是？他们都非常有料。你都觉得他很有料吗？我都一直觉得他那边有东西啊。蜜蜂姐姐好像还不错。我？对。真的吗？因为你的横条一直往外冲，那个白色线就变很大。你没有看到葡萄的那个横线都歪掉了？我刚刚本来以为是葡萄，可是因为我觉得葡萄的很大片，蜜蜂我觉得它应该落差不会很大吧？蜜蜂应该最好弄，对不对？它蛮好变的啊，因为蜜蜂的妆本来就有点像那种小辣妹型的。对，它脸就是辣妹啊，不会突兀。可以加入昆虫界吗？一二三，蜜蜂姐姐。你要先跟小朋友讲解说，东西掉在地上一定要记得捡起来哦。小朋友，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记得把它捡起来哦。成功，成功。葡萄。其实是漂亮的耶，你知道他像谁吗？你说王彤对不对？我看有点像哎。对呀，他就是那个路线的。门打开，我们欢迎草莓姐姐。哎，我误会你了耶！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搞？每个身材都这样子。西瓜，你看呆了。哇！你转成背面，快点！侧面，再过来一点。好，门打开，我们欢迎水蜜桃姐姐。要去哪里？水蜜桃姐姐。而且他变成女性，就是很有女人味了，有没有？就是变成是正常男性会想要真的跟他做朋友的样子。小哥好热哦！香蕉哥哥，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加分的动作呢？
我们地板好脏，你帮我们擦。这个番茄太大个了。啊，完蛋，那个掉了，等一下节目没办法进行。怎么办？我们没有面具了。哇！不要跌倒哦！你是去逛街啊？葡萄气势不够啦，摇滚妹的感觉。酷一点，酷一点，酷一点。哦，我的天！每根绳子的末端都连到一个女明星的手腕之上，所以在抽中之后呢，就表示今天三位男明星呢要为他们搭配服装。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叫做丑女大翻身。徐熙娣、王彩华全身，如果现在要指出一个败笔，你会指出的是？我觉得是。全世界都可以说我的脸，只要我是。所以请问谁？哎呦！我要去看我在干嘛？你看我在练裸体。我在滑裸体。好精彩啊！你在干嘛？我心法师，我要收精华。快看到，快看到。来，许可，请从布幕后面出来。哎，哇，很可爱的，这是 Julia， 哇，很可爱。哎， Julia 很会搭哎。啊，王彩华小姐，你好了吗？好，请从布幕后面出来。喂，哎呦呀，看哎，哇，哎，真的好看哎，哎，真的还蛮好看，真的很适合你哎。你看，我不是乱挑的，我说不出来哎，好好看哦。一些人长被做成圣诞树之后，我们要去大卖场。大卖场买油漆，怎么会人长去大卖场？为什么？是妈妈跟儿子吗？哎妈。小天天，请出场。先把袜子脱掉。感觉要去喝油漆啊！很怕冷的酒店妹，甜甜，你知道你穿那个袜子真的很像相扑哎。哪有，我这个袜子很厉害哎，法师加持过，他这样踩到脚底下，真的会有击倒气势哦。哎，你会让你前女友爽死，真的。没办法，哎，你知道我遇到谁吗？我前男友陈羽凡，他疯了。在一个大型垃圾在这边走来走去。拆掉披风吗？不是啊。OK 啦，这也还 OK 啊。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还好。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会聊天的女生。哦，对。好，那换你吧。可以来。真是展现自己啊！后面是阿姑吗？我是妖怪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阿 Kimi 是模特，应该。常常这样打扮吧，有，可是我们一定要做那个 new bra， 所以那时候我的自信比较好。阿妈 ，Kimi， 腰好细哦，超细的。你要先看一星还是先看瑶瑶？一星，一星，对，对，来了，我很时尚啊。所以你把瑶瑶放在最后，就说她应该要撑得住场面。我觉得瑶瑶瑶瑶很厉害，要住场面。瑶瑶加油！加油！好，那个严谨已经换好衣服了。好，我们欢迎严谨。好，停在这边好。可是这件小洋装好像会让你看起来有点变耸肩跟脖子短呢。哇！你也没有比月姐客气啊。不是，因为你知道这种宽肩的那个小洋装很容易把肩膀的线条都占满了。可是应该是这边一点点。严姐她如果这样子拉下来，这两边太宽了。我自己很多洋装我会把它缝这样。然后因为她头发又对啊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哇，我觉得这样参加婚礼完全是礼貌哎，参加丧礼可能就不太好。穿干了。你身体太重哎。那个拉链的正面，好邀请别人把它往下拉哦，好刺激哦，就是一定要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去十九就好像比较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不合理，这样子还是会被新娘瞪的。因为第一个它颜色也亮，第二个有拉链这件事情就让人很多遐想。
是不是很让人家想要拉来拉去？这么危险哦，很好玩呢，好危险哦，有危险到有这个，而且这个到底你知道吗？它一拉下来，它就全开了。我觉得整外套好像男生会一直在想拉下来以后的状况，就觉得他这样子都已经咬下唇了，好讨厌。康先生在咬下嘴唇，没下赵灿今天去约会了啦。所以康先生，你是很想要玩那个拉链是吗？蛮让人家注意的那个拉链。好厉害，太凶残了，怎么敢穿出门啊？对，最近你也敢穿，怎么敢穿出门？到后面这个去洗酒就太 low， 不是，这已经不是洗酒的问题了，嚣张啊！这件是买来干嘛的？这件是买来穿的。不是，你要何时穿它？哦，这我在国外穿过。这个里面不应该穿个什么吗？完全没穿吧，它没有要穿。所以这也是你自然的状态耶。对，对，这是我自然。你不要打一条领带什么的吗？哎，我在国外穿这件的时候，外国人很喜欢。当然啦，谁不喜欢？这个走在哪里，大家都喜欢呢。在无国界的好不好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去洗。可是因为它也不是礼服，你也不能穿去走红地毯啊。可是它可以在国外出去。这如果在台湾，你想得出任何场合穿？没有办法，这件在国外是禁穿的。我觉得在台湾的话，葬礼应该可以。葬礼会起来。因为多神奇，因为我觉得大家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情会好一点。很错，我想摸摸这个，可以看背后吗？国外可以。你看哇，真的很嚣张哦！思佳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。好的，淘汰的，淘汰的，浪费掉了。是要走低调路线吗？为什么？这件衣服我只能说哈。可是我们一般的模特去 casting 的话，不会穿这样，怎么说呢？比较 party 风的衣服。这是什么？我今天穿这样子，因为我平常呢，大家觉得是个胸部大，然后傻妹，所以我今天要呈现出我的时尚感。蝴蝶结要拿掉。哦哦，没有没有，它是透明的，它是透明的。你注意看一下，它是透明的。因为这是一个 casting。哦，真的耶！我现在看到了。我今天不知道是要拍照的，只是一个 casting。豹纹是透明的。我知道是透明的，但它里面可是里面内衣不搭出来啊。你一定要穿黑的内衣。怎么疯了吗？背心在里面，但刚刚的思佳吓死我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不穿。要穿黑内衣才对，你穿黑内衣就很好看。因为我想，我原本没打算要这样出来的，还不都是你逼死我的。